小姐，您醒了。许特殊，好久不见啊。我归我们的事儿没有和任何人说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今晚就走。今晚就走。你叫我一人走。我等着。重庆警方让我们协助调查一个叫霍博宇。霍博宇的事儿你知道多少？乔小媛，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真的，但如果选一个人相信，我选霍博宇。我一点都不生气。那你哭什么呀？我哪儿哭了？你们小小可不能告诉我。我需要知道真相。你是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用户001已退出灯塔系统。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。我爸常年不在家，我们江小媛的事都正常。你快来吧，他出事了。今天五年前你来报案的时候，遇到了。我们别走，别离开我。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你，还好你没事。他们谁不知道是你撬了我男朋友啊？谁让你撬的？你喜欢他，就直接跟他说。那你之前说的遗言，是不是不作数？什么遗言？我没死。你别逼我。只有你信任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帮过我。我还要备份。你好凶，怎么了？来替他出头了？是霍博宇劈的腿，你该去找霍博宇算账。什么？你发烧了吧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如果是没发烧的话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